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知道他跟我一样，会永远记着我们开心过的日子。真的这么开心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？我觉得你这人特别省心。你当我是朋友？我希望你就这么想。这么做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别，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嘛。哎呀，办了件案子，陈所提前放我假了，让我先回来。你回来了。你喝水还得先等会儿啊，我不知道你回来这么早，还没烧呢。哎。妹，我说啊。啊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喝酒没喝酒啊？你昨天发那么大火，我敢问啊？我那也是为你着想，我告诉你。我说，你那个病吧，一天不除根儿，我就一天不放心。小山他又闹这么一出，你说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添乱吗？你还是不想让他走？对，不想让他走。我没事儿，我胃里的瘤子也没病变，这老毛病一旦拿掉吧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抽你大嘴巴子！赶快把手术做了，养几个月就可以上班了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就让他走吧，我答应他了。受了这么大的教训还不清醒吗？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要不让他走，他永远是个孩子。你就答应我这件事吧，我要真生了什么大病，你说我抽你。小善已经长成大人了，你让他出去闯闯，不行再让他回来嘛。那齐艳艳呢？他总得对人家负责任吧？小善说他不想，哎，不想再见他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闹些什么。男孩子的话，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。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，也不能再多管了。那随便吧。哎，别随便，别随便，说句明白话。哎，左边口袋，里边有电话号码，陈所给的，分不出左右啊你。那。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就不能给孩子说两句好听的。哼，姥姥，好多事情是挡也挡不住啊。我转业那会儿，上级号召去深圳参加深圳建设，我就恋家，就不愿意去。哎呦，今儿下午吃饭的时候。吃什么饭？就是吃饭的时候，我想啊，你看去深圳的都发财了。我要是去深圳也成大款了。你想当大款了？特想。现在也不晚。你大爷。哎，王律师，你好。你好。请进。啊，小山。主任，有什么事吗？主任，我辞职。辞职？嗯。
刘亮啊，陈总，您请。我明天想请个假，小山要走。哟，票买了吗？买好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这个魏江青吧，我查出个眉目来了，现在改名叫魏长安，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，有钱得很。不是，他那个证据不是不足吗？我想吧，把他请到咱们所里来谈谈，摸摸底。嗯。旅行社导购不导游，一直是四川省旅游投诉的一个热点。在昨天，四川省旅游回来了，规范细则明确要求，各旅行社组团旅游时，小山的车票啊，没错，他明天走啊，三日游不超过三次，四至五日游不超过。哎哎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得是，我给你泡茶去啊。晚上吃什么？小山明天走，我把他爱吃的全都买来了。小山爱吃什么你都买来了，我爱吃什么你怎么不给我买点啊？我跟你说，孙雪娥，你就惯他吧，要不是你惯他，他还不想去深圳呢，告诉你。嗯嗯。等他回来我得跟他谈谈。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喂喂喂喂，喂，干嘛干嘛？哎，还还还要睡觉，给我起来，起来刷牙，刷了牙再睡。什么叫他睡吧？我得跟他谈谈。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我跟你谈谈，明天再谈。喂，给我起来，翻过来呀、啊，别趴着睡，朝上睡，朝上睡。哎呀，他打小就喜欢趴着睡。什么叫打小就喜欢趴着睡？那还不是你惯的呀。要小时候他趴着睡，我说把他翻过来，一把他翻过来就叽叽哇哇乱叫，你就说趴着睡吧，趴着睡吧，养成这毛病这么大都不改，不知道趴着睡对心脏不好啊。起来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你手怎么那么贱？跟谁学的？跟我爸学的。跟谁学的？真跟我爸学的。我打小也调皮，这我爸爸后来自己说吧，手也贱。哎呀，心里烦吧，那时候日子过得也不好，这个手吧就不老实，没轻没重的。我一天不知挨多少回打，那时候我就发誓说，等我有了孩子，我绝不动他一手指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后来你说小山一犯浑，我这手啊就闲不住了。你说要打多狠，我还真没狠狠的打过他，我下不了这手。明儿再跟他谈吧。喂喂喂，少爷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早走了啊？让同学约出去了。谁叫他出去的？我今天有话还要跟他说呢，等他回来再说。又干嘛去？不吃了？上班去，不吃了。又让驴踢了？让你踢了。这人住在小区的九排那个16号。哎，九平，不是给你假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我热爱工作还不行啊？哎呀，别来这套，回去回去回去，送你儿子吧。啊，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哎，刘，小刘，好嘞。妈。
哎，回来了。妈妈，哎呦，文回来了。爸。哎，哎呦，文哎，这是越打扮越漂亮了啊。你看，给您买的富士。哎，你买这么大的苹果，这么大苹果不好吃。这儿还有梨呢。这都串了种了。哎呀，我爱吃那个，就那个小国光。小马没跟你一块回来？他干嘛去了？他呀，去订饭去了，给我哥践行。都订饭了。你说我这还瞎忙活什么呀？我这那就别做了呗。还践行，文儿啊，你当你哥是中央领导去南方视察工作是不是呀？还践行？我说你们年轻人是生着点子的花钱呢啊！妈，我哥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哦，那他不缺什么了？不缺了，就是再多给他多备点药。听说南方挺湿的，你哥刚去，怕水土不服。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怎么办？那咱们给他多备点药。就是啊，多备点。来来，你帮我装袋的。哎，没问题。这儿啊，这别给我碰了啊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看着，看着。哎哎哎，爸，志高来了。啊，志高来了。快快快，给我放下。哎哎哎哎，这是怎么着，三儿？这是给小山践行。多少钱啊？我给。多少钱啊？践行算我的。嗨，多少钱，三儿？给50吧，成本费。别找了。干什么呢？至于吗，妈？图个方便嘛。嗨，那也用不着你拿钱呀、啊，让你妈给钱不就行了？就是，来来来，拿着，爸，拿着啊。有你什么事？就这么着吧，李桃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来，这边坐。爸，您还拿我当外人呢？胡说八道了吧！我这样对你，就是拿你当自家孩子。你呀、啊，别说现在是没有，就是有也别这样。这面子上的事儿没什么意思。你只要和小文把日子过好了，你不知道我跟你妈有多高兴。你和小文想来吃喝，我们都巴不得呢。你说这个面子上的事儿，咱就别逞着强了，行不行？哼，行。爸，小山这一走啊，我跟小文凑了点钱，这是我们俩的心意，您可别反对啊。你啊，我说小马啊，你这个头脑太机灵了。哎，文他妈啊，这个小山走，你给带多少钱啊？你不是说现在3000块钱吗？那咱给他带5000吧，让他在外头能够出息点。你倒大方了，他是去工作又不是去旅游。这个穷家富路，你不能让孩子在外边做难，不是吗？你看人小马都知道这个理儿，咱能不知道吗？我说小马，你把这个钱收起来吧，心意我领了。钱我放这儿了，掏出来就不能拿回去。我跟小文不缺钱。我说马啊，你这个有钱人的脾气是改不了了。文儿，叫他收回去。文儿，这爸说话怎么就不算数了？给。这小山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！这没几个小时了，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呀！啊！你什么时候能夸他两句啊？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小山，我呀有几个做股票的朋友在那边，我已经跟他们通了电话了，到那儿别忘了给他们打电话啊。你一到那儿就给我打电话，有什么不方便跟爸妈说的跟我说就行啊。妈，小山要好好做人，一定记住。
到那儿先联系一下介绍的朋友，看看能干点什么，要烦了就回来，最少一个星期给家来次电话。你爸有话跟你说。别当坏蛋啊，啊！你这烟真呛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后天吧，明天你还上班。陈所准我两天假，明天去医院，叫小文也去。别告诉他，刚结婚，老陪着咱们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看小文今天那样啊，学会跟马志高挤眉弄眼呢，这才出门的几天，真他妈快，我都觉得生分了。那我呢？嫁了您那么多年，我爸妈也没少说我，我也没少跟你挤眉弄眼的，老挑人家的刺儿。这人，镯子里还有多少钱？咱爸跟秦老爷子生病用了一些，小文结婚给了他10000，就这些。还有一个呢。回头咱们啊，买房子还得交钱呢。我单独存着呢。你怎么问这个了？我手术花不了多少钱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意思。
我这病我心里有数，我胃疼了好几年，把瘤子一割就好了，也不是恶性的，就是恶性的也没事儿，有病治病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收起来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吧，就有两大愿望，一个是当警察，一个是娶孙雪娥同志当老婆。我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，你说我还有什么啊不满足的吧？神经病。我说的是真话。自从咱们有了小山小文，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很少了。现在两个孩子都打发了，你可得好好的过，别给我闹病闹灾的啊。孩子都大了，明儿陪你去医院，肯定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担心小文，马志高不像那种能过苦日子的人，你看今天他那样子，跟过去没什么区别。适应一段就好了。嗯，但愿如此吧。哎哎，都喝哪儿去了？你看，我要不是怕你胃不好吧，我就给你再开一瓶。没事，咱俩对喝。你胃不好不能喝酒。没什么。谁敲门呢？嗯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嗯，看看去。哎，谁啊？来了。李叔。是燕燕呀、啊。李小山在吗？他没告诉你啊？啊？燕燕，他告诉我什么？来，快里边坐来。来来，坐这儿啊。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，李小山还去找过你呢。我住到叔叔家去了。哦，现在又回来了是吧？嗯，小山他吧，他去深圳了。是。燕燕，你别着急啊，他一到就打电话了，有什么话你们在电话里慢慢说啊。他怎么走了？他真的走了？我跟你说，燕燕啊，你说你们两个到底为什么闹成这样啊？他怎么去深圳了？我们之间都是我不好。我跟你说，燕燕，你有什么话就跟你孙姨说。哎，你说我们还能不给你做主吗？就是，咱实事求是的说吧。小山临走的时候说再也不想见你了，其实我觉得没那么严重。哎，燕燕，小山说的都是气话啊。他不想见我了。好啊，我还不想见他呢。哎，燕燕，哎，燕燕，李叔，阿姨，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我走了。燕燕，哎，燕燕，你明天过来啊，明天小山来电话。我不会再过来了，别告诉李小山我来找过他。哎，燕燕，你给我回来。我说你这干嘛呢你？你这人怎么回事嘛你？说话也不分个轻重，小山的话能信啊？那你跟着着什么急呀？啊？成和不成那是命里注定的事儿，你着什么急？操什么心？燕燕要是万一想不开呢？想不开？呀，你没看他冷静的像个女特？我刚才……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真是……我明天等小山的电话。嗯，您好，您找谁？您好，小姐，
我想找你们魏董事长了解点情况。啊，对不起，董事长正在开会，他今天不接待任何客人。我是平安门派出所的警察。啊，董事长正在和市里的领导们，还有你们市局的几个领导开关于警民合作共建的筹备会。你们跟警民共建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我们董事长出钱啊。啊，您慢走啊。魏江青，魏董事长，你找谁呀？我找您呢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平安门派出所积案组主任李九平，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。哎呦，您这车够气派的呀！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是有点关系啊。一个积案，想让您提供点旁证材料。我代表我们全所向您表示感谢。你是派出所的啊？平安门派出所李九平啊。你让上面直接跟我谈吧。走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马志高的老丈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您不是大度吗？马志高结婚的时候，您让我给送份大礼，他非留我喝酒，我没留。一屋子都是警察，他老丈人好像特别有人缘，其实就是片警。马志高是那个王八蛋，他现在在哪儿？被您清了仓，待在家里养老呢。我去给小文打个电话吧，叫他来陪你，我得去上班。一会儿我自己就回去了。好，再见。不是，我是你爸，我在医院呢，你赶快来一趟吧，陪你妈，我得去上班。好，再见。董事长马先生来了，请他进来。魏老板。啊，马老板，一向可好啊？惭愧，您这么急着找我来，有事儿吗？哎，叙叙旧情，谈谈买卖，来。不了不了不了啊！我还有什么买卖可谈的？早就洗手不干了。哎，我一直在想啊，小马是个人才，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哪能栽一次就爬不起来了？跟家里享清福，守着老婆孩子，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，那多难受啊！我是没本钱再玩了，上次被你平了仓，一贫如洗，剩下那点钱还指望养家糊口呢。哎，咱们不提这个，不提这个，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我特重哥们义气，上次那事儿呢，我对不住你，今儿找你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谈谈，如果你愿意重新出山的话，我一定力保你。算了吧，我也不打算再做了。哎，你看你看，你白在生意场上混了那么多年，我要是你啊，早一头撞死了。你就是天天守着你老婆，能守出朵花来？你要是没钱，照样没人搭理你。嗯，我要是做长线的话，
资金量特别大，再说我也没能力还清贷款呢。我今儿找你来是干什么的？你去玩玩牌，外面有几个巨款，那人民币多得不得了，天天愁得在家里转悠，生怕贬值了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你去跟他们玩玩，赢了钱算你的，输了呢算我的，怎么样？去玩玩吧。好吧，算我借你的。双批说话，来，跟着，跟了，跟了。对不起 ，Four House。哟呵，哟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马老板做什么生意呀？我最近有点闲钱，你要能赚回来啊，你就捎带脚帮我玩玩啊。好啊，我做股票的啊。股票生意呀，风险忒大了。您是做什么生意？我是没本钱的买卖，吃上下吃下家。那跟我差不多。你看，走。好，来，雅倩，我跟了。您说话。两千，跟了。我跟。谁的？你的？我这是双批呀。我先说，我秀了。喂，跟着。仨十啊。哎呦喂，好手艺啊。真厉害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咱们怎么洗手？洗手。咱们怎么着？洗手吧，洗手，洗手，洗手。哎呀，抽颗烟，来来来来，抽一个，抽一个，来来来来来。真够爽的，公司想的真周到啊。我抽花样好几年都没上道，公司这一引，上道了啊！不是，小马，尝尝，一颗上不了瘾啊！尝尝尝尝，这是海洛因吧？嗨，你以为是什么？巧克力呀、啊？厨小马刚结婚，嫩点儿，你们别倚老卖老的。来，抽一颗上不了瘾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小马，你听我说啊，来吧，这一千个人也未必有一个能上瘾。你想上个瘾还没那么容易。就是，抽一颗，抽一颗，抽一颗，真的。哎，我当时抽这玩意儿也这样。哎，人生在世，哎呀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吃玩乐呗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尝尝尝尝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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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好抽，对对，特过瘾。点上点上，来吧，啊对，来来，点上，啊对。好，吸吸吸吸，哎呀，往里吸啊，往里吸，对对对对对，别往外吐，往里咽，往下咽，哎，使劲吸，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咽咽咽咽，再来口，再来口，再来一口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对，吸吸吸，咽咽咽，哎，咽，怎么样？有滋味了吧？董事长，成了，好，去吧。
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不舒服了？啊，来，靠上去。怎么了？嗯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你忙你的去吧。我给你倒点水。来，喝点水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儿。嗯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你真漂亮。你有病啊！我发誓，有生之年，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再贫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你知道我今天干什么去了吗？你不是说跟朋友谈生意去了吗？那也不至于喝这么多呀。是，谈了一天，有点累了。借的，是借的，但用不着还。3万块，你数数，到底哪来的？我，我给他们当参谋，挣点力气。你当我是小孩子？做这一行，你可不是小孩子吗？做小孩多好啊！也不用费心，等我再入世吧，我一定买一套房，比这大10倍，不，买2套房，给咱爸咱妈也来一套。我嫁你可不是图你的钱。这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图我什么，所以我要把最好的给你。那我觉得你最好的不是钱，你这想法可真怪。我的感情不太正常，你可千万别学我。以后有了孩子，也交给你带。我放弃这个权利了。说着说着又不正经了。静啊，滚蛋！哎，小姐，我给你看看手相吧，很灵的。烦不烦你？哎，现在的人都烦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哟，你这个手相啊，这上面说啊，你现在正在失恋呢。哎，不过不要紧。你会找到第二个男人的，他现在还没看见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哎，等着。不是你。哎，也许就是我。做人要看开点，你说是不是？人生只为玩乐嘛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玩什么呀？啊，玩。滚蛋！哎。哎呦。
哎呦，小姐，怎么回事？我要不我带你去歇会儿去啊？走走走走走。今日晚上紧急行动，配合市局扫黄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我们管片的两个酒店，各组的安排好了。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九平啊，今天是全所出动，人力不够，把你从家里调出来，你和李丽一个组啊。陈所，咱们非得俩人一组啊？啊，主要是防止嫖客反咬你一口，说你受贿。就是。哦，这种事儿过去出现过。哎呀，都打了官司了，丢人丢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我们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见证，互相监督。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谁要是徇私舞弊，我绝不轻饶。要是有索贿的，我这个所长宁可不当，也要把你警服扒下来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出发。好，走走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喝的太多了点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上床吧。我真是太喜欢你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给我走吧你。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小姐？是小姐，咱们谈谈价钱，不是就滚蛋。我不是。不过，别人是我是，那我就是。那好，你有什么要求？给我来